哎，大家好，各位朋友好，这个是小黑，先坐下来。啊，我是张叔豪。好，坐下来。我们现在要跟各位朋友来示范一下狗。你看，这只狗非常聪明。它如果生病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去找一些草药来吃。那这个是左手香，等一下哦，小黑先不能吃。这是左手香，它本身具有很棒的一个效果啊、哦。像我们家小朋友或是我。我们快要感冒之前，喉咙痒痒之前，会把它洗干净，然后加一些盐巴捣碎，直接吃下去，或是喝它的汁液这样子。好，效果好，效果还蛮不错的。那小黑呢也很棒，他不行，先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你看他现在很想要吃，对不对？就是说他身体呢，如果觉得不舒服的时候，他就会去自己去找这个草药。最高纪录他可以吃几片？八片，对，小黑最高纪录吃到八片的左手香，还没，我还没说吃哦，先坐下来。好，你看他等不及了，吃了，还没，我还没说坐下来，等，小黑等，坐下来，坐。好，所以我今天呢，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左手香，还有呢，我们请小黑来示范一下吃左手香给各位看一下。没错。啊，请大家跟我一起喊呢，数到三来，数到十，还没，坐下。是数到十哦，对，好数好数，一，数到十这样子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看，他吃了，你看。你们看过狗吃左手香呢？其实它味道很蛮浓的哦，左手香味道其实是蛮浓的。一般的狗可能会很不喜欢这种，但是我们家的小黑妹她就是很厉害。你看，你看她很厉害。小黑为什么有尾巴？嗯，一直摇尾巴，就是她很开心的，没有？看，你看她在吃左手香耶，好酷哦。为什么有尾巴？你们看过狗会吃左手香的，应该就是我们家的狗。好，来继续吃，继续吃，很厉害哈、哦。为什么用尾巴？对，所以如果你家的狗狗呢，它有身体不舒服的话，如果你家刚好中暑热想，你也可以拿给它吃，他们会吃哦。对，你看，你看，好，来这里，来小黑来这里，小黑来这里，好吃，快点，来。再给它一片。哇，你看。它就是要吸那个，或许那个，我想看的，的那个汁液，对，的那个汁，没错，来咬，哇，好聪明啊！对啊，小孩很聪明。爸爸的，小孩为什么会咬咬咬啊？它很开心。哎，它吃左手香啊，酷哦！我最喜欢小孩，我最喜欢爸爸小孩。好 ，OK， 那。刚刚其实他前面已经吃很多片了，所以他不太想吃了。但是你看，你有没有看过狗吃左手香？这是我们家的小黑妹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